身为一位时尚编辑，我认为真正的时尚是忠于自己。这次沙宣和 Queen Shop 联名打造的 I Follow Me 行出自我，强调的就是做自己才是真正的时尚态度。要塑造都会知性风格，以粉红衬衫加 A 字裙，而这样的造型最适合搭上自然的长卷发。沙宣不含细鳞的迷迭香洗发露，萃取迷迭香精华，营造蓬松有弹性的好发质。要呈现潮酷街头风格，可选搭迷彩类型穿着，不止帅气，还带着些许性感，很适合一头蓬松的短卷发。沙宣的造型系列，不僵硬配方，质地用起来清爽，能完整塑造卷翘与立体感的卷发曲线。蓬松充满光泽的发型，搭配硬体潮人工装的冲突感，绝对是今年最能展现率性自我风格的组合。最大重点，染烫后发质绝对不能差。沙宣深层滋润洗润发露，针对染烫后的受损发质，可达到深层修复发丝，防止分叉毛躁。以独具见解的服装及发型，完美搭配出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。This is me, I follow me， 行出自我。